刚睡醒，肿死我了。舒适的穿搭，准备出门。哎，头发有点乱。耶！杨玉卓，你倒是接电话呀！你有本事不？哎，你。咋那么紧张呢？你怎么还要包起来啊？我一定要包起来。
我的。这是我第一次签售，因为抱着好奇的心理，我买了可以签售合影的票。居然这么紧张，我突然有点理解你们的心情了，真的。回去播一下吧。终于回到家了。然后要收拾行李去北京了，北京的朋友，北京见啦！